好 ，Hello， 各位好。咁我哋继续玩呢个逆转裁判三啊，咁啊打埋呢一个第三集。咁我第三集就新开张嘅，新开第一章，我哋即刻可以开始啊！开始新游戏《逆转裁判三》，又换本作第一章《回忆的逆转》啊，落去就冇得再睇啦。我呢、這个呢、這个系大过咗嘅咩啊？嗯。点啊？又嚟啦！呢、這个剧情开始，点解会有啲咁嘅事？嗯，呢、這个边个嚟噶？蓝色嘅裤啊？点解我嗰时会做啲咁嘅事嘅 ？bang！ 嗯 ，why？ 呢个咪就城堡堂？我建议你咧唔好再同佢见面啊！点解要对我啲讲啲咁嘅嘢？我呢啲说话系为你好啊，仲有一日咧一定会出事嘅。你呃人，听住啊！嗰、那个女嘅，唔好再讲啦，唔好再讲佢嘅坏话。嗯，呢个边个嚟噶？哦，呢个情报堂，唔系我做嘅。我先冇做到，弊我啊！呢个情报堂嚟噶，我冇杀死人啫。呢个系咪情报堂我都唔知嘅。五年前刑理司集第二次出庭，啊？五年前，终于开始真系令人紧张。啊，星期六啊，千寻。啊！之前好似懒静啊，你咁样咧，周围望咧，你几日见到咧，一定讲你身有屎捉咗你嘅。你又讲咩啊？星影律师，我好冷静啊。你唔好咁样捉住我三口啊。呢个人咧就系、是、做事有啲急嘅啦。哦，今日咧好抱歉啊，请为咗我请影星影律师嚟到呢度。啊，冇咩嘢，毕竟今次系你第一次啊上呢一个嘅舞台啊。星影宇宙之界咧，梗系会嚟协助你啦。嗰、那个其实我今日系第二次出庭嘅。不过你昨日同我讲咧，几令我震惊嘅，竟然主动同我讲你想负责单案，我都系昨日先知嘅。咁即系话你已经记低晒所有案件啦，梗系啦，原因冇问题嘅。你唔可以俾你嘅委托人咧见到你咁嘅样啊！今日委托人咧，睇嚟唔系一个可靠嘅僆仔嚟嘅。吓、啊，成报咗，早晨你好，资深律师。总之要摆个笑脸，我今日一定会加油嘅。你唔好咁激动啊，成先生。我名叫食宝陀啊，唔使担心食先生，唔好捉住我三口。好，身为佢嘅律师，一定要振作。今日锁后边都拉两次，你要拉两次。我叫令你千查嘅新人律师，第一年前咧先首度企上法庭嘅，嗰时受到极大嘅打击嘅，争啲咧翻唔到法庭。佢哋嗰件事咧过咗一年啦，依家咧即将再度站上法庭，今次绝对唔会输啦。为咗委托人呢，亦都为咗自己。Hello， e v e r k c h e l l o 加四号，同阿上五二十四。哇、wow、哦！好，咁啊，依家开庭审理咧，食务堂录一嘅案件啦。辩方已经准备完毕，检方都准备完。哇，好耐冇见我呢条友。啊，辩护人记得你个名叫灵里千寻啊，系啊。不过唔系应该星影律师啊，嗰、那个因为星影律师忽然有啲急事，佢加埋喺你隔篱法外咯。啊，系咁冇错。记得你是一个新人训练新人的律师，有交俾你真的冇问题啊！唔得，唔可以退缩啊！定要望住，梗系冇问题啦，应该咁啊！请你咧开始咧进行开场的陈述啦。唉，真系估唔到，好似有啲咁嘅资深啊检察官，都好似照顾啲咁嘅新人嘅律师。我谂今日咧唔好太在意胜负啦，你就当咧现场实习啦。咁啊，成件事等我讲下啦。事件咧发生喺私立玉文大学嘅，被杀死嘅系吞田谷三。听讲咧，佢读药系嘅四年级啊，即系所谓嘅品学兼优好学生啊。然后咧，呢一张系现场影到嘅。事件发生咧，即刻就俾经过嘅学生咧发现到，然之后咧报警啊。当时现场咧有被害嘅遗体，以及咧走唔到嘅被告。有个相当可疑哦。好，本院咧受理呢张相咧，成为呢个植物嘅。不过呢张相嘅话咧，冇办法判断咧其他人嘅死因，嗰个人嘅死因，即不过系审判长一眼就睇得出啊。其实呢位被害人咧，佢死有啲特别嘅，咁系咩啊？我问题咧就等呢个辩护人嚟答啦。
等我用简单嘅问题化解你嘅紧张啦，当系呢个绅士俾你嘅暖身操。绅士啊，唔可以睇死，一定要打爆嘅。唔到你唔知啊，唔好意思啊，我屁股开始痛啦，听住啦。关事件咧，可以睇法庭记录度睇呢点，你知噶啦。我咧法庭记录咧用到嘅武器一定会存在嘅。啊，你先睇下啲资料先。有咩资料啊？我律师。死因是身体触电当场休克死亡，有头发的阿来晚上话记得，因为愚人节啊，身体触电当场休克死亡，下午三点，这个是后庭的，我大学的药系四年级 ，OK， 总之不可以着急，如果唔系咧中咗呢个检察官的圈套啦，即刻睇下先，咁即系边个解答啊？今次死因是咩啊？冻死、窒息死，好。根据法庭记录咧，被害人因为咧触电而死嘅，触电究竟系点解嘅？系咪俾人咧用咗大嘅电击棒啊？关于呢一点咧，我谂咧会随住咧审理进行咧，接至明朗。喺呢一度咧，仲有另一个重点嘅，系咩啊？当然就系动机咧。被告咧同被害人之间咧曾经有个冲突啊，冲突系咩嘅冲突啊？哦，不过你系律师，我谂你应该早就知道啦，冇错啦。呢、這个咧好似专登咧找我麻烦咯。啊，呢、這个就系嗰个男人阿奈嘅做法啊。个别名是新人杀手，净系杀新人啦。咁我哋而家咧，请问辩护人啦，被告人之间有啲咩冲突，请出示证明咧。我唔使担心，我哋武器咧，随时都系法庭记录上啦，俾个老嘢睇啦。即系律师，请你喺指导室入边俾多啲礼貌啊！我唔系老嘢啊。法庭记录咧，除咗证物之外咧，仲有相关人士，你咁 type 睇下啦。所以，不过被害人之间曾经发生冲突嘅原因系咩？直播同老一的女朋友偷和被害人吞田在半年前是情侣关系。近周冲突的原因好有可能呢，因为呢一个人物我未有之内未啊，果然呢一点拿捏不到辩护人。佢而家呢被告直播堂嘅女友啊，但係呢半年前呢同一吞田曾经交往喎，因此呢本案呢明显同佢有关。近周即不愧是阿女检察官啊。在这个讯问证人之前呢已经开始影响审判长呢对整个案件的影像的印象。咁阿乐检察官请你全部呢第一位证人。好，咁全部呢就食补堂。证人就是被告本身冇问题的辩护人。冇问题一定是清白的。before 冇意义。应该第一单是打啲咁嘅嘢。成个教学咁你睇佢样子。证人就讲咗你个职业叫埋名。我俾食补堂录嘅职业，依家嘅职业应该系业余化。啊，唔系，你话俾我听，你被逮捕之前嘅职业啊？我系个大学生。咁食补堂先生，今日你指控啊，但系我唔系啲咩可疑人物嚟嘅，因为我被告者叫嘢，唔好将啲感冒传染俾其他人啊。等系证人，因为想同我哋讲嘅，睇下，请你话俾我听，你同被害人有咩关系？好嘅，我正式开始啊！突然之间有嘢。嗯，那个当时的确是那个地方大啦，我冇做啲杀人啊，只是发现咗佢尸体啊，而且我同佢根本唔熟啊，那个呢鍾意扮晒蝦英座，根本冇同佢讲个嘢。所以你同被害人呢本身唔熟啊，原来係咁，所以我根本都唔系啲咩可疑啊。睇嚟审判长接受嘅过吧，太天真啊，痴沉。呢位小姐，睇嚟你忘记咗好紧要嘅事情啊。必须呢请你呢对呢个职人进行询问。询问。冇错 ,before 呢对职人有进行呢询问嘅义务啊。其目的是为了可以确认呢证人的发言有没有矛盾。如果证人讲大话呢，咁当然呢就会同法庭记录呢有冲突。但情报堂是我的委托人。即使两位都是呢矛盾都是要呢揭发的，呢个是律师的义务。有矛盾存在。好，开始询问了要。点可能对我讲大话。等等。你讲的那个地方是指被害人被杀死的现场啊？是啊，就是他被杀死的地方。你讲场面大过雾的，这张相影得很清楚啊。又近。那个食物为什么你当时会在现场呢？你不识，你并不认识被害人的，不是咩？即是咁啱就咁啱撞到的。好，只是发现了他的尸体。你说你发现尸体，所以报警都是你报的。报警是其他学生，没错，当时是位于现场的学生。冇几度啦，瞓喺地下嘅被害人同埋咧束手无策嘅企住嘅被告，就好似依家咁样啊！做乜好似咧唔知讲咩好就会 cut 住佢。我咧而家确实见到尸体咧即刻惊啦，但系我同佢根本唔熟，所以话你喺遇上佢之前咧冇听过佢名字都冇见过啊。系，
啊，唔系咁嘅，咁系咩意思啊？喂，冇用咧 ，cut 咧，谂住咧换梦幻过去啊！嗰、那个其实有听过佢嘅名嘅，我依家先知啊，因为佢系小千嘅前男朋友啊。啊，小千就系佢嘅被告嘅男朋友嘅女朋友啊，俾柳千奈美啊。哦，原来系咁啊，俾一种酸酸甜甜嘅感觉。我净系听过佢个名嘅啫。夏英族，咩叫夏英族？你啱啱系咁讲，同被告唔熟噶。但系咁样奇怪，假如你同佢唔熟嘅，点解你会知道咧？被害人系个夏英族啊？夏英族系咩？点解忽然唔讲嘢啊？我绝对唔系啲咩可疑人物嚟嘅。咁即系咧追加证实啊？点解你会知道佢系夏英族啊？好嘅，因为咧喺 T 恤入边咧填咗个米字，填咗个米字，所以话咧现场见到米字旗。系啊，所以我先话咧，好多人好中意咧英国夏英族。我、哦、实在太可疑啊！米字旗系咩嚟噶？其实米字旗咧就系、是、英国国旗嘅俗称。哦，嗰就系好似日本国旗咁，俾你用太阳旗啊！即系不过系审判长，你而家捉到咧真系快啊！哦，唔好理呢啲，啱啱正需要奇奇怪，呢、這个就系矛盾啊！即使咧有矛盾嘅植物咧，俾嗰位小弟睇咧，有冇办法自己嚟请星野律师嚟帮帮？我你唔使睇咯，睇咗都觉得有啲可怜啊！最基本就系证词内容同埋法庭记录，揾出矛盾，然后揾出矛盾啦。哦，或者情报不足，你可以试用追问系咁吓佢。O K， 吓完啦我咁样，考小姨呢、這个女仔，夏英定系亲英啊？夏英族有咩植物啊？冇咯，得你几顶有噶。呢、這个追问呢个试下先。夏英族靠自己解决。好，即唔好勉强。的确企喺嗰度嘅，但系咧冇即系发现佢尸体啊！呢、這个啊，诶唔系，佢头先有张相噶。再睇先，报警都系你报嘅，好为系咪其他学生嘅呢、這个啊嘛系嘛？唔系喎，又好似，见到尸体的确大气一惊，冇啊，花英族话咗好大个米奇。哦，佢冇个米字喎呢度。你真系见到米字旗？系啊，佢就画喺佢背脊度，画得好大，有咩问题？变咗背脊，你睇下呢个现场嘅照片。如果所有嘅背后应该冇任何嘢喎，但系嗰、那个唔系皮夹外套嚟咩？我讲系米字旗，画喺咧佢 T 恤背后嘅。照你讲法咧，就系咁啱经过，又发现佢嘅遗体。如果你真系咁啊，点解会知道被害喺皮夹下面着咗啲咩啊？直播台你竟然对我讲大话？哇！喊吓！喊喎、啊！喂，呢班人喊埋系委托人噶，冇问题嘅。我咧咁相信你，估唔到计划会咁顺利。咁样你咧，必会系帮你证明咗，就系咧被告并唔系咁啱经过现场嘅啫。大冇啦，应该咧唔可以咁强势。我睇你似乎感冒咧，冇食药嘅，好有食嘅。你嗰个药咧系咪市面上一般贩卖嘅感冒杀手 set 啊？系啊，觉得佢咧部感冒药最有效。诶，点解会知嘅？我是感冒杀手 set 的外用者啊！而家手头上有冇嗰个感冒杀手啊？其实我唔知将佢掉咗喺边，将个感冒药掉咗边。等我嚟话俾你听，你嘅感冒杀手而家喺边啊？感冒咗即系等下再睇多次呢个现场相、啊。呢、這个系被害者手上咪揸住感冒杀手 set。我屋企都有啊，感冒杀手 set 都唔系啲咩特别嘅嘢啊。好为何你讲翻系唔通啊？喺呢一个咧，部杀手上面咧，系有咧食部台录音嘅指纹嚟嘅。咁有指纹啊嘛？点啊？我谂咧，丹田公三一定系咧感觉到被告对佢杀意啊，因此咧偷偷地执咗被告嘅药品咧，然后收埋佢手入面，一切都系为咗举翻咧真空食部台录音。吓？缩正缩正！阿顶啊，睇唔知点，本院受理佢又唔知咩药。拍摄到被害人的手部咧，手表停止死亡的时刻，被害人手中握住的东西上面沾有食部堂的植物指纹，被害人手表已经故障，
一定喺触电嘅时候咧，强烈嘅电击咧令手表故障啦。好啦，被告，我帮你整理说明啊。状况惨到不行，我屁股啊，我又嚟咯。可能食补堂唔系反，因为感染咗咩？咩冇啊肺炎？交女朋友，交女朋友叫 YoYo 啊。好，嚟啦。当日系俾佢叫出嚟嘅，因为佢系约学院咯，所以我哋约咧2:09见面。同佢讲完嘢3:00我哋分开啦，之后又翻到现场见到瞓咗喺地下。咁我咧杀手 sell 我呢3日都有食，但系咧喺当日咧喺食中餐就揾唔到佢啦。哦，点解同你啱啱讲嘅正常唔一样？我对唔住啊，我觉得冇人会信。我关于呢一个正常咧，听你都唔系好真实。咁边户人一直都开始询问。我睇下佢有冇讲大话啦，又好，你有冇见过咧被害人啊？未见过，但系咧嗰日佢话俾我听咧，有关咧小千嘅要同我讲。你嗰个小千命中注定嘅人咧，讲到有啲怕丑。哎呀，子集你做乜突然间打我啊？突然间好想打人，对唔住。啊，美柳子都系美咧，半年前咧系被害人吞田小姐嘅女朋友啊。呢一个系佢同食布堂先生相遇之前嘅事。所以佢哋咧三个虽然有啲三角关系咯。OK。2:09啊！呢一个系吞田先生指定，系啊，我正好咧呢个时间同佢见面。听讲咧被害人咧系药学院嘅学生嚟嘅，系佢哋咧成日都研究紧药品嘅精制同埋调配嘅。外面嘅人都称佢哋为玉文大学嘅炼金术师。哦，炼金术啊，总之就系好可疑啊！佢哋实验室真系好夸张嘅，仲有好多咧化学药品啊，仲有用啲高压电流嘅实验器材。哇，咁听嚟咧几有趣啊！咁我充满咗梦想，要唔要追问？追问药学院嘅嘢啦，关于药学院可唔可以再仔细讲下？好呀，不过我知道唔多，记得你啱啱讲佢哋成日都用啲高压电流实验啊，系啊，几危险啊，因为佢哋用嘅咧系比一般规格嘅咧更加高嘅电力，所以咧会有咧专用嘅高压电线嘅高压电线，所以佢哋咧校舍里边都有设佢哋专用嘅电线杆嘅，顺住墙边咧挂喺马路上边，终于揾到线索啦。OK， 等等，做乜你倾我啲咩？呢、這个啊，有机会再话俾你听。你确定仲有下一次机会？黐线嘅，等等，你话你翻到现场，系啊，就系遗体被发现嘅现场。点解你要翻翻去嘅？你当时唔系嬲紧佢？系啊，到底点解食布图？后来咧谂下咧，都系应该咧同佢和好。诶，就系睇全场咧咁沉啊，点解冇人信佢讲嘢？好，等等。你点解会呢个时期咧先感冒啊？因为咧天气有啲暖啊，所以我太大意啊，果然瞓觉咧唔应该露出肚脐。你系小朋友啊？咁请问追一下咧，有边个知道你最近食呢个感冒药？我唔知喎，反正我每次食嘢之后咧都会食嘅。我谂咧只要系我朋友都知嘅。OK， 你话事件发生过啊？嗰晚咧，嗰日嘅中嗰中午系同边个食嘅？啊？几时会同有关嘅咩？话唔定啊，点知？中餐我都系同小千一两个一起食嘅，小千变咗真系好食，哦咁真系空晒呢个啦。每次见你食到佢嘅煎蛋，我都觉得我面咧就快融化气。你做乜打我块面啊？啊唔好意思，我突然间想冚人一把。好啦，够啦。被告六被害人相遇嘅时间咧，的确系喺死亡推测嘅时候咧左右啊。但系一到咧离开现场嘅被告又莫名其妙翻到现场。关于日将嘅步伐咧，亦都冇咧力啊接受嘅说明啊，咁我直过啦。被告咧证词咧不足以咧采信啊，哈哈哈！睇嚟你份工作对呢位小姑娘咧都系太沉重啦。但系咧而家得翻一个问题啊，再咧杀死被害人嘅方法，究竟点解可以咧触电致死嘅咧？我记得应该咧仲未攞出嚟空气嘅，啊，的确系咁啊。被害人究竟点死？假如呢个举证方法，我可以度过呢个危机。save 先啊！即刻，逆转裁判三回忆的逆转举证，审判长，只要咧综合目前咧为止嘅证述咧，我谂就可以知道被害人点死嘅。吓，你讲嘢真系有用嘅，你应该知道法庭规矩，只要有证物咧系我哋嘅唯一嘅武器。呢、這个我当然知道，其实我都系而家先醒起啊！请你出示咧，究竟咧系啲咩咧？系咩可以举证被害人触电而死？卡住。哦，唔得，对你好失望，我都对你好失望，再试下先。有咩可以举证嘅触电而死嘅？
比如话死亡原因咧，咪就系咧影咗喺呢张相入面咧，其实好低能，低能嘅真系，感觉好似带唔到啲咩空气喎，真低能嘅。可唔可以话俾我听啊？边一度系空气呢一把啦？大家知唔使问啦，呢一把钢铁嘅剑，唉，真系弱智吓。咁样都可以话啊？边度好空气啊？冇啲咩事喎。当然就系呢度啦。啊，呢个系咩嚟噶？呢个系断咗嘅电缆咯。请咧啱啱谂翻咧嗰个证实喺医学院入面咧，因为实验中咧会成日用到高压电流，所以有咧专用嘅电缆嘅。而呢个电缆咧就系被害人嘅死因啦。我谂呢一个推测都系好合理嘅。的确系啊，或者系咁啊。阿内检察官，你认为咧？我谂咧嗰位新人训练嗰身为律师咧做得都唔错啊。被害人嘅死因咧，或者真系呢个电缆啊？但系谂下呢个代表咩？能够将咧断咗电缆作为空气嚟用嘅，除咗被告都冇其他人啦。OK， 的确系咁啊。而且咧，最后咧，仲有嘢要补充证据啊。呢个证据可以完全举证嘅。个证据系咩嚟噶？就系指纹啊。唔通话被告除咗呢个着足咗其他地方？睇下呢张现场嘅相。如果所见咧，着住皮褛嘅皮褛咧，会留低呢个指毛嘅。根据我哋嘅调查，外套嘅胸口入面咧，清楚咁留低咗咧被告嘅手掌痕迹嘅。我手掌痕迹个，只有一种嘅情况咧，会喺呢个地方咧留低被告。呢、這个就系咧被告带住杀意啊，将被害人咧推向断裂电缆嘅情况。真系推过去啊！啊，将即系人原本有嘅地方系有电嘅，跟住推咗过去啊！叔仔，叔仔够啦，呢一下咧真系唔使再谂啦，睇嚟结束啦。我屁股痛成咁，根据我经验，都系放弃啦，千寻。嗰啲小弟一开始就有罪啦，唔系，一定系清白嘅佢。本院认为咧，本案案件咧已经无需要继续审议啦。本院有宣布咧，被告人咧死亡堕落一嘅判决。等等，啊，辩护人，你仲有嘢要讲？咁你真系好鬼食冇糖。我知道你仲未讲出事实嘅真相，但系依家已经俾人下判决啦，我讲唔出口啊！如果将事实讲出去，请相信我啦，千寻律师。我相信你到最后嘅辩护到最后啦。我哋已经证明咧，完全证明咗被告嘅证据啦。而家已经唔需要再做啲咩证述啦。等等，我叫你将真相讲出嚟。唔使再讲啦，冇必要啦。哎哟，系我推咗一把嘅。哦。又嚟啦喺度，我建议你都唔好再同佢见面啦。唔啱事，点解你要同我讲啲咁嘅嘢？我真系好嘅呢句说话，你呃人，听住啦。嗰、那个女嘅，唔好再讲啦，唔好再咁样讲佢嘅坏话。一个铁砂掌推佢过去。你啱啱讲系认真嘅，因为好惊。如果将真相讲出去咧，唔理点睇都会认为系反。其实依阶段咧，唔理边个睇，你都觉得已经你系反嚟啦。求下你再俾多次机会，今次一定会将事情讲出嚟嘅。真系多谢你。估唔到咧，真系咧推咗俾我一啊，我屁股一步走啦。新人训练加五分一机会，留翻拜山啊，早啲休息啊，阿 call 啊，兑换咗呢一个嘅咩嘅啊，假期一啲或者次开，早啲休息啊嘛，好啊，谢谢你，估唔到咁多人买喎，不要再算了啊，不要再算，关于推咗被害人嘅事，因为咧佢讲咗小千嘅坏话，所以一个铁砂掌推咗佢，所以一时嬲咧就推咗一下咯，喺嗰时听到咧巨大嘅声响，离开现场之后，我得担心就翻到现场，翻到去咧见到佢死咗啦。即证明佢走嘅时候冇死到，事情咧好唔系好复杂。喺被告推咗藤田先生之后咧 ，Tuddy 咧接到呢一个嘅断咗嘅电缆，因为咧触电死嘅就系咁啦。喺事情发生之后咧，现场落住少雨啊，因为被害咧当时被雨淋湿，好容易咧导电嘅。但系我推嘅时候冇见到咧个电缆啊，如果现场有啲，我一定会发现嘅，系啊，应该都会发现。啊！辩护人啦，我事先话俾你听，如果今次嘅讯问咧冇新嘅事实，我即刻咧落判决，请你做好心理准备。OK， 嚟啦。等等，
一嚟就要玩呢一个啊，正佳白事王。佢讲啲咩？佢讲啲好过分啲嘢啊！喺度我讲咧，佢个坏女人嚟嘅。就系咁啫。系啊，不如话你听到啦，求下你啊，唔好再嚟我咧丢脸落去。总之啊，佢就咁同我讲，所以一时嬲咧推咗佢啊。可唔可以讲清楚啲嘢，详细啲？单方面咧讲佢想讲，完全唔俾机会我讲嘢。讲完之后咧，佢又攞呢个手上嘅外套咧着翻住翻去。手上的外套边度啊？将攞喺手上的外套穿上去，打算翻去边度？所以我一时觉得好嬲啊！一个铁砂掌推佢落地，就咧轻咁推咗佢膝头一下。咁啊，照你讲法，当时冇断咗个电缆噶喎。系啊，保证嘅现场一定冇嘅。我为你睇漏啊！的确有咩可能性？你做乜要认啊？你都有被害人呢个瞬间嘅事情咧，已经系相当重要嘅资讯嚟噶啦啊！资讯嚟啊，请你咧进行理解。好似好似听到巨大嘅声响，巨大嘅声响，请问系咩声？我都唔知点应嘅，我总之好大声啦，嗰啲咁嘅声啦，因为当然咧，就系被害人咧触电发出嘅声啦，仲有其他可能性咩？依依，你唔好再咧咁样妄下结论啦。点样总觉得咧佢追问落好危险、啊？算了，一阵间再追问你。都有被害人之后，你即刻离开现场啦。系啊，因为嗰时极嬲啊，你报佢关心咧，跌低咗被害人，咪冇事啊。系有啲担心后来啦。等等，当时现场冇其他人，我又咳啊。系啊，冇其他人，总觉得佢咳咧令人起疑。OK， 呢、這个，想去玩系咩声嚟咧？依依追问，你讲呢个声咧，或者会系好重要嘅线索嚟啊，请你好好咁回想。点讲咧？总之一听有啲刺耳，会唔会呢个声咧？就系、是、我将推到嘅时候咧，手上嘅遮跌落地下嘅声。哦、啊，之后佢跌咗跌落个遮上面压烂咗把遮，或者就系呢个声杀出嚟。哦，即系即系，呢把遮系被害人嘅，系啊，睇嚟咧就好似好平嘅胶遮咯，好啱佢。不过连遮都冇啊，所以当时全身湿晒。哦，庇护人，你点睇呢个证据系咪重要啊？呢一层啊，哦，即系四符啦。等下先，手部长记个笔记簿先，当然重要。呢、這个证据我等下去失情报。呢、這个睇嚟好简好咪好平嘅遮，梗系好紧要啊！请加入咧呢个证据入边。哼。呢种好平嘅胶遮，你真系好适合咧你呢种新手嘅律师。OK， 加入证据入面。等等，你讲吞田先生冧低咗，即系压烂咗把遮系嘛？系啊，把遮咧就压咗喺佢个身体度。如果唔系发生啲咁嘅事，我原本谂住问佢攞遮。嗰时啊，我身上都系着住呢件咁嘅烂衫，呢件烂衫咧系小小挨夜帮我织嘅。我唔想我哋爱嘅结晶被淋湿啊！你做咩又踢我到啊？啊，对唔住。压到把遮，后来有啲关有啲担心 ，Where 又系嗰阵玩事冇留意，翻译组问题，好，总咧佢嘅咳嗽令人矛盾啦，有啲令人可疑。呢个再不断等下，等我申情报先。嗰系个坏女人，全部都点点点。一时嬲得就推咗一下。有外套，劲嬲一见到冇外套，边度有皮褛啊？睇过咁啊？点解会着翻件皮褛？呢、這、一个系咪就系佢嗰个咩？系咪其实呢一个系有个推理喺度噶？原本睇落系冇皮褛，但系之后唔知点解有皮褛啊？压烂咗把遮，
单方面讲唔俾机会讲，讲完之后攞手套，所以我一时觉得好嬲，一嘢推山掌推佢，轻轻推咗喺心口，保证冇呢断电缆嘅嘢。再嚟睇呢个先，推个俾人即刻离开现场。后来有少担心，当时现场冇其他人喺度，咁觉得佢嘅咳嗽令人怀疑咯。总之咧，而家要揾出矛盾，我需要情报。你讲咩话？你讲啊，压烂咗把遮啊嘛，冇错，把遮就压喺佢身体下面，原本谂住咪系借遮，压喺身体下面。呢个啊，好，点解你唔一开始就话俾我听呢件事嘅？因为如果我讲嘅话，如果讲嘅话，我就可以咧更早作出反击。咩意思啊？睇下呢个现场嘅相。证人话咧，被害人咧冧落去嘅时候压到把遮，但系呢张相入面把遮咧喺离被害人嘅遗体咧有段距离嘅电视角，哇，的确系啊，所以结论好明显咧，被告离开现场之后，被害人咧曾经移动过啊，亦即系话被告咧推咗吞田先生嗰下咧，吞田冇即刻死嘅，啊，白格啊，好，缩正缩正，被害人移动咗压落去，咁呢个遮咧，即相入边把遮而家喺边啊？啊！我哋有收翻佢，即系即刻将佢作为呢个证据，骨架已经断裂啦。但系呢啲遮有啲咩重要？话唔定系被风吹走，被风吹有啲噏得出。根据证实，把遮咧压喺咧被害人身体下方嘅，所以即使有风都唔会吹得走嘅。啊，的确啊，把遮咧睇嚟我微不足道，不过呢几少嘅疑点咧，只要冇解决咧，本院都唔会作出咧判决嘅。点会咁嘅？啊！真系唔敢相信啊！原本咧以为咧中意抗议被告有罪嘅证据里面咧，竟然有啲咁嘅漏洞。OK， 倒在被害人倒在遮上，而且当时发出巨大声响。做乜事都唔开咋？睇嚟咧事情冇咁单纯啦。原本以为只要询问被告咧，就可以攞到有罪判决嘅。嘅意思似乎系仲有下一位证人啊，冇错，而且呢一位咧系关键性嘅证人，佢嘅女朋友啦。所以被告嘅女朋友咧，当日咧目击咗成件事，佢嘅人咧就喺案发现场啊，低能！呢个新人嘅律师啊，真系对唔住你嘅，对唔住，我冇呢咁事，我就系等呢个瞬间嚟嘅。而家本院宣布咧休息20分钟之后咧，再请咧呢位小姐进行证询。好，而搞掂。接入律师好抱歉啊！你终于将真相讲出嚟，食木堂先生，所以我应该已经可以放手。点可以放手啊？啲隐瞒咁重要嘅事，但系下一个证人系千寻，小痴咗，小痴一定会协助。点解你要咁谂？因为佢我命中注定嘅人，咁即系一定俾人打啦。要命运可唔可以话俾我听？呢套佢系点认识啊？好啊，小痴咧喺半年前喺呢个法庭相遇吓。我咧依家咧正喺度读书，谂住未来做律师。喺呢一度咧，我同佢喺呢个地下资料室度相遇，简直系命运。我哋咧，大家见到大家咧，就觉得咧感觉几好噶啦。你睇下呢一样嘢，呢、這、一个信俾我定情信物。原本咧，佢嗰日咧将呢样嘢挂喺佢个颈度啊，但佢希望我带呢样嘢喺身。哦，所以呢一个系佢送俾你嘅礼物啊。這個、呢一个咧攞嚟装少少回忆嘅少少樽，的确系细路睇唔好嘅樽啊。我几开心啊！所以最近咧都成日攞呢样嘢俾人睇，因为我想咧将幸福分享俾大家。千来美礼物啊！你就嗰时开始咧同佢开始拍拖，因为佢话怕咗女仔，所以每次见到我就会同我讲咧，都系将嗰样嘢交俾我，还翻俾我。点解会想要咧攞翻人哋已经送出去嘅嘢咧？你同呢一个千来美小姐系咪喺半年前嘅8月27号相遇啊？你点知噶？8月27号呢个法院有啲咁嘅事件啊！凶杀我喎！我终于了解啲啊，你隔日咧想要负责呢单案啊，但系佢想话呢两单案嘅相关性，我冇讲错啦吓。
其实是凶手嚟嘅，即系话佢喺地方法院咖啡厅入面发生咗案件，由于被害人系一名律师，目前对外公开咧有个管制，目前警方目前似乎正急于传唤当时与被害人同住啲19岁女大学生，希望了解事情经过。嗯 ，OK， 而家帮你揾下资料先。好，原来系咁。早觉得休息时间好漫长，好漫长咩？好长，好似呢一度呢只唔呢个唔系新手教学嚟咩？唔系新手教学嚟咩呢段？如果阿落地咧，有样植物唔应该移咗个位，好多酸间哇！好，系啊，好，继续审理啊！我哋依家请咧目睹事情经过千奈美，哇！睇佢样，眼神已死，哇！有啲蝴蝶飞过嚟喎，点解咧？突然全场陷入沉默嘅。我喺白象法庭人生咧，受到角色个证人欺骗咗，心入边暗指咧决定唔再相信任何。但系呢位证人嘅嘢，我谂应该可以信。食屎啊，审判长，冇嘢讲傻嘢啦，审判长。啊，咁啊，证人姐话俾我听你嘅病。嗰、那个，啊，放心，唔使惊。如果有人对你啲咩，我会保护你嘅，我会用咧木锤保护你嘅。你点解系望住我讲？嗰、那个，我感到好安心啊，因为大家都好亲切，好温暖。啊，唔系，啊，冇咩，冇咩。啊、所以你的职业和名字是，我的名字是美柳千奈美，是澳门大学文学系的三年级学生，文科的，有很多呢不周到的地方，多多指教，唉，石班，那个两位叔叔、啊、快点告诉叔叔听有什么事，我一定有些严重的误会，小龙他没可能杀人的，我想都是的，这位职人不好对付、啊、先将12秒将两位大叔玩弄在鼓掌之间。啊，咁啊，即将嚟证述啦。事件当日咧，小姐你究竟目击到啲咩？你死紧啊你！一定最爆啦！我上完堂咧就系揾小龙啦。然后后庭咧见到小龙同小吞啊喺度倾紧偈。之后咧突然咧见到小吞咧脚部有啲不稳，然之后瞓低咗。吓！就喺呢个时候咧，小龙都发现我喺现场，我即刻咧就叫其他学生请佢哋报警。啊！呢、這个呢、這个系咩一回事啊？根据呢个证人嘅证述咧，被告咩都冇做、啊。爷、爷，呢位姑娘真系可以理解你想袒护佢啊，但系我哋咧要揾出事情嘅真相，所以请你话俾我听事情嘅真相。吓、啊，我冇讲大话喎、啊。够啦，证人，总之请俾我咧进行讯问，我都唔想透过呢莫名其妙嘅大话咧赢得无罪。哈哈，你都系老样子喎、啊，令你千寻小姐。哦，原来两位是认识的，以前发生过啲事。OK， 总之啊，辩护人啦，交俾你处理啦，拜托你啦，阿姨，边个阿姨啊 ？OK， 上完堂你上咩堂啊？佢咧食舞堂，记得佢系艺术学院喎，但系点解咧嗰日佢经过藝學院嘅后院呢？嗰、那个我喺文学院里面咧研究村楼文学嘅，哦村楼啊，万年不变嘅薪水同埋零用钱，以及零用钱抬不抬唔起头，有讲咩喺度？当我上去咧艺术学院嘅校舍，一定会经过个后院嘅。哦，我每次一入嚟法庭咧，都要经过法院嘅入口，咁咪当然啦，低能啊！你讲嘅小吞应该就系、是。是啊，就是那个吞田谷三，我在半年前呢同佢拍拖。咁佢同我喺食舞堂讲啲咩听唔到，太过分啦，我先唔会做出啲偷听人讲嘢唔见啲嘅说话。冇装一边护人，冇将人呢冇将人哋讲到好似你咁啊。咁之后想问你见到啲咩？哇好串喎、啊、辩护长，即刻攞个锤揼佢膊头啦。是啊，被害人自己冧落去，所以被告呢冇掂到被害人係咁啊。是啊，我完全呢全部睇到晒，小龙佢咩都冇做，如果胡乱追咪一定会俾人闹，啱啱证词有咩问题。发出声先啦。嗯。好，呢度等等佢先。呢时候你同食播同讲啲咩嘢？对唔住，因为我当时呢失去冷静，所以我冇唔记得啦。你唔记得？好常有嘅事，好似我呢成日都唔记得头先落过嘅判决嘅。冇人要阻止我喺老豆呢继续乱讲嘢。
喺度乱噏嗰条友喺度。你讲嘅学生系指咧药学院嘅学生，系啊，佢哋咧都系咧好中意药品嘅学生。乜鬼好中意药品嘅学生？你讲嘅药学院咧学生，所以你系跑去研究室叫佢哋。我原本打算咁做嘅，但我最后冇做到，因为校舍入面咧有几个十几个嘅研究生，佢哋好似都知道有事情发生，学生都知道，追问。嗰啲学生点解会知道呢啲事噶？不过其实我都唔知佢哋点解会知道有啲咁嘅事，只系咧我见到佢都相当慌张，睇嚟应该冇更多情报。系啊，报警就系佢哋。我当时咧紧张到咧心脏跳啦，我原来心脏卜卜跳，好明显佢故意咧撒下咧啲容易急破嘅谎言，佢只系假装咧保护食补堂，冇秘密话咧，更重要系真正嘅矛盾。呢度呢个画被害人自己冧低咗，所以话冇掂到被害人。我全部都睇到嘅，小龙佢咩都冇做。如果胡乱追问，有矛盾。我请你唔好再讲啲拖流百出嘅科研讲大话。OK， 我冇啊。被害人，如果你再欺负佢咧，小心我咧打你一餐啊！黐线。如果有异议啊，请你先提出证据。就是、证据啊！请你唔好一直咁样望住我，盯住阿之内美小姐。佢皮夹上咧留低咗被告嘅指纹啊，所以已经证明咗咧食宝堂当时系推咗吞田一下嘅。而你冇必要咧偏袒咧呢个被告啊，我希望你可以话俾我听事实。啊，你放心啊，即管将事实话俾我听咧。啊，好嘅，咁我要更改一下证述。其实我冇见到被推咗一下，咁你望到啲咩啊？你冇见到？我冇见到咧小吞冧下个冧落去嗰一下，但系咧都冇见到咧佢被推嘅瞬间。啊，佢系有见到冧落去嘅样。当时现场得两个啊，食宝堂同埋吞田。啊，系啊，冇错。听嚟冇声。咁啊，喺你眼中见到嘅景象系咩？我见到佢哋两位好和谐咁样享受紧下午嘅聊天时间。就因为咁咧，所以咧我先冇咁专注望住佢哋两个。咁你见到啲咩奇怪嘢冇啊，叔叔？哦，被小姑娘叫叔叔真系唔错。即继续你嘅证述，吓、啊。你话冇听到声系真嘅，系啊，因为所有好放心啊，冇好专注咁望佢哋。咁又奇怪啦，呢度咧有你男朋友食宝堂嘅证述书啊，佢啱啱系咁样讲嘅，喺推咗被害人嘅时间咧，佢听到一个好剧烈嘅尖锐声啊，好大声。你当时明明喺现场，点解冇听到噶？耶、yeah. ！哎，因为嗰个声咧唔会令人咧太大印象。根据食物堂先生证述咧，嗰、那个听嚟咧，啪嘅尖锐嘅声，绝对冇可能咧冇印象嘅。诶，嗰个可唔可以等等啊？我冇听到声系有原因嘅，其实我当时啊听紧歌啊，我喺度啊听紧歌，所以你耳仔咧塞住咗去。嗰时咧雨咧就系要停啊，但系雷公咧似乎未平息啊，会听到滚隆滚隆嘅雷公。我好惊咧打雷嘅声，所以咧我要戴住耳机同埋音乐先听唔到呢声。哦，原来咁啊，你点睇啊，十半掌？咁啊，即系咧正常就冇矛盾啦。嗯，有一个重大嘅就系冇听到声，当时打雷。十半掌呢一个正常咧有一项问题嘅，唔到你部分佢啱啱提到打雷，咁啊点啊？雷啊呢一种嘢其实系电。被害人死因咧系触电，如果系咁，我应该首先谂到系电击啊，雷击唔系咩？好，啊，即使系咁啊，都冇发现到呢个盲点喎。我睇咧冇一件事系你自己发现。我哋一直讲咧吞铁攻杀俾人杀死啊，但系呢个此题咧根本就系错。被害人咧因为被雷击击中而意外身亡嘅。啊！的确系咁，辩护人讲得冇错，估唔到咧呢一位因为事故而死亡啊！太好啦，千寻，喂，唔好太睇小我哋啦。警方冇咁蠢，我哋早就调查过咧气象报告，案发多日咧冇落雷嘅嗰日，而且啊，我哋有证据可以指出呢条电缆咧系有关嘅同事情。阿刘检察官，你讲嘅证据系就系呢份啊，呢份证述书系当时咧研究室做实验嘅学生提出嚟嘅。依照佢哋讲咧，当日下午三点钟，所有实验嘅机器咧突然停咗落嚟，哦，所以发生咗停电啊！啊，药学院嘅实验咧用系高压电流啊，唔通讲呢电力？
冇错啦，就系、是、用嗰条电缆咧送到佢哋。而呢嘢系下午三点钟忽然停低，我同解剖记录死亡推测一样噶。冇错，即系话被害啊，因为接触咗呢条断咗嘅电缆触电而死。OK。跟住学生嘅讲法咧，呢、這个电缆已相当老旧啊，听讲有预定咧要做维修嘅。呢条电缆咧老旧到咧，只要受到轻微震动就会断嘅，大概系咁啊。轻微震动。OK。如果冇受到震动嘅话，呢条电缆唔会断噶。啊，呢、這、一个的确冇错嘅。咁辩护人搬咗物理啊，关于断咗你有咩想法？师傅先喺度，唔知道讲咩喺度，开始唔知道讲咩啦。必须要做一个反击先得啊！呢度对我方不利。好咁，请咧俾我说明咧辩方嘅谂法。佢有咩原因引起咧震动，令到佢电缆断咗咧？把遮啊！呢一日断咗系你嘅原因啊！啊，就不如你认为咧？我谂咧，我断咗系应该系辩护人生病事。啊，沈浩章讲嘢真系有罪。啊，望下先。受到震动的影响而冧咗。断咗系辩护人失明线，哇！究竟系咩原因引起震动？唔通佢撞佢嗰下，先斗个人先。哦，唔系喎，系啲咩啊？我唔知喎、啊，千来美嘅礼物。试下呢张相，试下先。呢、這个就系断咗原因，你认为呢又唔系喎，我唔知系咩原因断咗。哦，呢、這个啊，佢话咧被害人推咗之后咧，有个剧烈嘅声响，呢、這个 prack 嘅声咧就喺下午三点钟左右听起嘅。呢、這个声咧系咪呢个实验机咧停落嚟咧2:55啊，2:11同呢个证词内容一样。你即系话咧食物炉攻击咧造成电缆断。系咯，即系推我一下咯。啊，冇错，关于呢一点咧，检方意见相同嘅。而德连先生就系因为被告嘅攻击咧，造成电缆断裂咧，触电而死嘅。唔系咁嘅，陈望乐先生要将咧德连先生推过嘅地点咧，喺遮跌落嘅地点，即系电线杆嗰边啊。被推嘅被害人咧系撞上咗呢个电线杆，电缆仔嗰时断嘅。啊，的确咁样睇起嚟一啲都唔奇怪。好遗憾，呢啲咧一点都唔合逻辑啊！假如被害人被推向呢个电线杆嘅话，呢一个断咗嘅电缆咧系冇办法令人你被害人就触电嘅，亦即系话被害人触电而死咧系凶手另有其人，并唔系被告。足正足正，呵呵，地方嘅惨叫声咧，点解令人咁舒服？的确，辩方主张咧完全冇反驳嘅余地啊！那个叔叔，我可以打断一下啊，啱啱嗰阿姨嘅说明同我见嘅有啲唔一样啊。有阿姨唔一样咧，系咪可以再一次咧？俾我做一次证述，叔叔可以啊！咁啊，即系进行咧，即刻证述，终于露出真面目啦！啊，不系俗话系你个凶手，小龙佢一共推咗两次，哇！补合片嚟嘅呢度，第一次嘅时候咧撞多电视机，而电缆断咗之后咧，小梯佢拼命想要走，但系小龙咧追咗一下，然后再推咗下。呢、這个过程咧，到触电为止，成个过程都唔到一分钟，黐筋啊！所以被告咧将被害人推咗之后咧，被害人爬咗起身，然之后咧去咗电缆方向逃走咁啊！然后又走到电缆附近，又再被被告推。虽然咁讲对小龙不利，但系讲出事实咁就系啱嘅，叔叔啊，梗系啦，梗系啦，好啱啊！阿喵又真系询问咧，唉。
小龙一中推咗两次。啱啱你咁讲，你并冇见到有人推嘅瞬间。对唔住，因为我需要保护小龙，所以你讲大话。知道系咪一个唔乖嘅孩子，系咪叔叔？啊，咩事啊？系咪做咗件冇得原谅呢？当然啦，因为你做咗伪证啊，冇啊，叔叔永远企你嗰边嘅。今次原谅你，下次要注意啲啦。好多谢你，叔叔啊，冇咩啊。你最好咧行夜街就小心啲啊，沈活阳。我即系追问女啦，所以你冇喺度咧，被害人撞到电线杆。唔好睇呢个小龙好曳啊！不过冇谂到咧会撞断电缆啊！小龙真系好曳啊！啊，真系个令人头痛嘅坏皮孩子。由细个开始呢个沈活阳系咁已经对呢个城堡堂作出攻击啊！你亲眼目睹呢个景象，竟然仲喺度听歌。吓？哦，庇护人者，你唔好咧立乱攻击敌人。不过因为我太惊唔敢行埋，所以咧只系默默地加油。加油，系啊，两边都加油啦！啊，即系个坐咗可怜嘅少女兽，咁之后点啊？咁啊，真系奇怪，被害人嘅外套心口咧，确实有留低掌印，就系咧，请问外套嘅背面有冇揾到啊？啊，呢个揾唔到啊！阿姨，请问你有冇注意到咧？千奈美讲嘅嘢，小龙系用身体撞嘅，当然会有指纹啦。整个过程唔够一分钟，所以你目击到被害人触电死嗰个瞬间，我冇见到啊，因为我忍唔住将个头拧歪咗。我谂咧呢个都系不得已啊，你一定系个相当残忍嘅画面嚟嘅。OK， 一共推我两次，应该系时间呢度啊。呢个几多时啊？好，搞掂。唔好再乱讲啦，证人。诶，可唔可以睇下呢张相咧？呢张相系指嘅已经唔系两点咩啦嘛？重点嘅唔系药品，重点系标嗰部分啊。呢个标咧系停喺咧被害人触电嗰一刻嘅，亦即系三点五分呢一个系被害人咧触电死嘅时间。啊，系咁冇错嘅。但系咧，你谂下呢段系几时断嘅？诶、啊，呢、這、一个可以从学生得知系两点五十五分。可唔可以请你讲下切内比？请问你十分钟嘅空窗时间系咩事啊？喺呢度咧，辩方提出一个主张，攻击被害人咧，使其致死嘅真凶系另有其人。啊，叔仔，所以呢个系唔好乱讲啦，冇啲咩真凶嘅。自从电缆咧断咗之后咧，到被害人被杀死有十分钟时间，呢段时间有个空窗时间，呢个无可否认嘅。究竟边个仲有被告，仲有边个做到呢咁嘅事？有啊，得一个人啫嘛。推完佢之后，落手杀死吞田嘅妙人。你嘅意思系话你需要举发某啊咧作为真凶啊？吓，即系举发审判长出嚟啦。系啊，辩方系呢个意思。咁你问啊，必须咧，如果你答到一啲无关嘅嘢，必须俾个惩罚你嘅。审判长，你死紧啊，行夜街小心啲啊！出事真凶嘅人物，唉，冇审判长。阿内姆文，阿内姆文，你就是凶手。点解星影？星影会喺度？当然就是你啦。咦？啊，你喺度乱讲咩啊？自从电缆断咗一直咧，到吞田先生致死啊，十分钟，你究竟做紧啲咩？你有冇咧？你系咪听紧歌咯？亦都冇揾人帮手啊？在那里一直在心里面同加油啊，同他们两个。肃静肃静，辩护人，这个究竟是什么回事啊？证人，你那天目击到两个人在争执啊，而是食武堂先生推了被害人之后离开现场，跟着换到你去到现场杀了他。呀！好过分啊，知道你没有做什么事啊？辩护人，你这个是……哦？为什么他出来的你？等等。请问，请等一等先。你喺度做咩啊？辩方咧全面咧取消头先嘅发言啊！你唔好乱嚟啊！我对你太失望啦，小知佢先会做啲咩事？哦，跟住呢个就系攻击得，哇咁第一章已经咁长，仲要打埋第二部分喎、啊。喂，点解你先至咧？被告直走出嚟噶，法警攞捉住佢。冇啊，冇吓我小知啊。唉。看来呢都是不要跟那个僆仔扯上太多关系。看来我是讲上我已经从警方呢拿到个案件了。OK。什么报告啊，望下。
地方法院地下餐咧，8月27日，神奈木庄龙嫌疑人系千来美。我一调查到嫌疑人，但系咧会面中遭到毒杀，毒系由律师饮嘅咖啡中验出。嫌疑人手足都冇办法用毒药，落杯嘅手法亦都不明。哦，原来系咁。呢个樽入面有毒药啊！好，你睇咧就系咧失去咩？你失去你男朋友嗰单案件，呢个我记录全部都有。好啦，头先咧 ，before 咧提出咗一个重大举证呢个位咧，呢一个根本就系可唔可以带一下律师小姐？都系请你嚟咧。你话小弟俾我害死嘅，你唔带杀咗佢，而且仲将咧呢个教呢、這个罪教俾你男朋友食葡萄，即系你喺度乱笠啊！唔好意思，继续讲，继续讲。你知唔知啊？好射咧，小龙，我点可能将罪教俾佢？呢个指责咧对千女咪太沉重啦。用白话嚟解释咧，就系睇下咧你想有啲咩毒计。呢、這个问题一定收埋喺呢个资料入面。半年前咧，地下餐咧发生案件啊，仲有咧同一日嘅邂逅呢对情侣。审判长辩方要求咧进行证询，针对咧同食布陀龙咧相遇时嘅情况。咦咦。佢两个咧相遇根本冇关系啊！证人话佢咧冇理由将佢咧插咗教和俾佢啊，就有权利咧针对呢个说话进行反咩啊？反证。当然啦，小姑娘可唔可以进行证述一决胜负咧？同小龙半年前相遇嘅，就系嗰个咧法院嘅地下资料室，我见到第一眼咧好心动。之后咧，一直咧同佢拍拖到依家，我哋而家热恋，譬如热恋热到不行吓。被告话唔可以咁样咧，对人哋嘅证述咧乱咁噏嘅。总之，舞台终于准备好啊！最后终于咩？终于做好个舞台咪得咯？呢个翻译靠你自己啦，千寻。好嚟啦，蛋蛋。所以咧，系同佢相遇之前咧，你系同被害人咧拍紧拖啊？系啊，千奈美真系唔应该，点解即刻就变心嘅？冇呢咁嘅事，我都因为咧判官咧成日改嚟改去咧出名嘅，人哋叫我阴晴不定变化多端审判长啊！点解佢而家做到审判长嘅？奇妙嘅咧，最后总会作出正确嘅判决啊！亦都被人咧称之为奇妙且诡异。没有我，早就完蛋了呢、這个审判长。法院嘅资料室咁，我系个几特别嘅地点啊！冇啲咁嘅事，因为小龙佢咧虽然佢系艺术学院，但系佢想要做律师。我唔系话被告，系话你嘅证人。点解你系文学系啊？文科嘅，点解会出现喺呢个法院嘅资料室啊？你嘅事喺同保安冇关。如果毫无关系嘅话咧，本院冇办法接受呢个询问啊！十分偏袒证人，必须要小心。也是啊，审判长，我话有又有，继续追问。审判长呢件事咧同本嘅关联性咧，接下会证明俾你睇，请继续咧证述。好啊，小姑娘，可唔可以请你回答辩方嘅问题？点解要喺地下资料室？好啊，叔叔，揾大学报告用嘅资料。你话揾大学报告嚟到资料室，系啊，因为我想调查一下现代日本主流咧同犯罪之间嘅关系。哦，咁啊，真系令人有趣嘅一个主题。真系咧，健忘到连忘记啲咩都唔记得，类似呢种咧。呢啲系中年人嘅牢骚啦。当时究竟为咗啲咩嚟法院？你应该唔会唔记得啊嘛。等下，仲有咩咩？原来呢句。咁请问你中意食葡萄边度啊？我真系觉得咧，成日一个感冒嗰啲僆仔。半年前咧，龙即虎猛。如果冇感冒，我就真系只得呢个歌仔呢个要素。一个人咧对其他人心毒咧冇办法理解嘅。假如大家见到我太太咧，同佢都会有同佢疑问。冇错，我就系其中一个。佢就好似开喺咧墙边阴影处嘅蒲公英一样。我就系中意小龙呢个地方。好，你同我嘅吞田之家咧冇发生过啲咩问题咩？系啊，我哋咧算系好嚟好去，点有可能嘅？一个喺调查两个确实咧好嚟好去，冇发生过争执嘅，真系咁咩？吞田先生似乎希望咧同佢分手喎，希望分手即刻追问啦，我中意问。吞田先生被害人咧，当时都想同你分手啊，呢、這、一个我唔知道、啊。点解咧对小姑唔系啲咁失礼嘅问题啊？附带一提啦，我系咧从来冇谂过同我太太分开，冇人问你啊。如果佢并冇否定啊，咁睇嚟咧，呢个吞田早就发现到啦。
佢嘅本性。听住啊，执到咗一啲偏袒，呢个证人如果需要咧进攻咧，就要揾出矛盾。仲唔系呢个报告？应该就系呢一份啦，系呢一份啦。啊，呢个一定唔关事啦，所以就系呢一份。子内未知咧，你并唔系嚟到医法院嚟，你又揾资料，我谂你应该有更重要理由嘅。耶 ！L V C 啊，你露出咁诡异嘅笑容。半年前喺呢个法院咧，发生咗啲咁嘅案件嘅。哦，你系话咧有位律师被毒杀，咁都知嘅你。呢份咧资料入边咧有写到疑犯个名啊，上面写嘅就系咧比柳千奈美啊。嗱，比柳千奈美，冇错就系大家最中意千奈美小姐，就系佢啊，半年前落毒嘅最可疑嫌疑犯啊。缩定缩定缩定，真唔敢相信啊，咁可怜，边个人？你咁样太卑劣，竟然需要透过咧无关案件咧嗰、那个。呢事咧，我唔会，依家系我讲嘢，检察官先生。唔好意思，你讲一讲。半年前嗰个案件咧，警察叔叔佢的确咧对我咧有怀疑态度。啊，原来有啲咁嘅事，希望而家可以作出证述啦，嚟证明咧半年前同我冇关嘅。好啦，咁两件事咧就连埋一齐啦。我心同屁股开始着火啦，冇人想知个屁股有冇着火。律师咧约喺咖啡厅见面，又同佢倾咗一阵，中间系离开咗件事啊。嗰时发生，据说咧毒药咧液体啊，咁检验出嚟10毫升，嗰、那个毒药致死量，听讲系个特殊嘅毒药。我系清白，因为我根本冇咩方法去攞嗰种药啊。原来半年前发生咁嘅事，但系正如啱啱所讲咧，呢啦我依家冇关嘅。咁一嚟咧，对方嘅卑劣伎俩就会被识破，好遗憾啊。辩方嘅卑劣伎俩咧仲未结束啊，至少喺询问之前都唔会咁有自信嘅。好，神秘哥咧，你好似生高咗一啲咁，系啦，半引起地震，引二万震电，冇嘢始终推唔到，成件被害人死嗰刻嗰张相点影到？被害人死嗰刻，吓唔知喎，到死嗰刻，即系你话咩标唔系咪啊？有边刻啊？你讲呢就好襟玩 ，Google Translate。因为喺度被害人律师倾，呢、這个唔想讲。根据资料咧，为咗某件事，嗰、那个去世嘅律师话咧，佢话咧想要问我咧细个时候被卷入嘅事件啊，系咩事件啊？呢件事咧同保智十咧冇关嘅。保宇咧认同今次二咧驳回辩方嘅提问。你好似好容易被卷入事件啊，今次都系。或者我系命运咧注定咁坎坷咧，唔使担心去保护你嘅。啊，被告咁讲啊，真系太好啦，小姑娘，小龙真系，唉，唔想讲啦。OK， 死硬啦你！请问你大概离开咗几耐？呢、這个咧，我同警察叔叔讲，我大概10至20分钟啊。呢段时间去咗边？去咗厕所啊？佢先唔会去厕所啊，小智。睇嚟系咁啊，真系遗憾啊，辩护人唔会去厕所。我谂关于呢个问题咧，警察应该早已调查过啊。呢件事咧同保安冇关嘅，呢、這个毫无意义嘅询问。保宇正同意嘅，请证人继续证述。10毫升，请问10毫升系大概几多？呢一层啊，我谂眼药水咧可以装15毫升，大约1/3。律师先生饮剩嘅咖啡杯里面咧验出咗毒药，一定系我离开座位先人偷偷地落毒啊！相当特殊，有几特殊啊？所谓特殊系，听讲系好难验嘅剧毒。我点解会有啲咁嘅剧毒嘅？我都唔知啊。不过咧，根据佢哋啲叔叔讲咧，系啲咩技术高超化学处理精制出嚟嘅怪物诶产物，听嚟好犀利喎！咁稀有嘅翻嚟边度攞咧？呢、這个就系你最后冇被逮捕嘅理由，因为你冇攞毒药嘅手段。我谂觉得呢一个理由已经好足够啦。冇错啊，你辩方你冇作出无谓嘅询问。佢至今咧冇被逮捕嘅理由，因为佢主张咧佢冇攞到毒药嘅手段，反而只要证明佢有方法攞。佢究竟点样攞到毒药？我先。毒药根本冇方法攞到毒药，冇手段攞到毒药。
因为他主张他没拿毒药的手段，反过来说，反过来说，只要证明他有方法拿到毒药，他究竟怎么拿毒药？拿毒药的话，就是十毫升的量，相当特殊的毒，技术高超，化学处理精制出来的产物，听说很犀利。这个啊，即刻出示个男朋友出嚟系嘛？啊，系啊，出示个男朋友。你讲冇手段可以落得毒药呢个讲法系讲唔通嘅。你应该系随时可以攞到呢啲毒药嘅，因为咧只要问你前男友嘅研究室去，你系讲咧被害系 Tutin 啊。半年前咧仲同呢个 Tutin 咧先生拍拖，而 Tutin 咧亦即系咧辱华大学嘅医学院嘅学生，医学院。研究室里面有很多化学中使用的最新设备，反过来说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可能性咩？犯人之后可能透过这个管道去拿到这些特殊的毒药，你怎么看啊？你又有办法拿到这个稀有的毒药，你唯一需要做的就是趁被害人不注意在他饮料在他夜饮里落毒，只有当时跟他坐在同一台的你才可以做到的。哇，加什么的作证作证，难道是说我哋阿姨，呢间本系毫无本一派胡言，可唔可以讲一讲呢位阿姨？被落毒系十毫升，如果要戴咧要容器嘅，的确系咁冇错啊！我喺发生之后咧即刻被搜身，我听讲当时成个化验咧里边都做过彻底调查，最后都冇揾到容器。的确啊，资料系咁写，但系呢种嘢嘅话要匿埋，要收埋咧，周围都有得收埋。呢个讲法讲唔通啊！呢位阿姨，如果你主张我收埋咗，咁你请你攞出植物。如果冇办法咧，攞植物嚟举证嘅话，咁本院咧唔会揾到佢咧，继续进行讨论嘅。睇你要攞出植物咧，好，将容器咁样喺边，搞掂。你当时一定咧十分着噶，好着急咧，即刻要将呢个容器处理，所以将呢样嘢交俾无关嘅人啊。亦即系咧一个唔会被搜身嘅人物啊。啊，呢一个系边个啊？当然系食武堂龙一啦。耶！你的意思是说被告是跟这个职人共犯？不是，毒药的药樽被他当成礼物送了给食布堂。那样东西、啊、好漂亮的料，这个是玻璃做的樽仔、哦、十分可爱、哦、那样做什么辩护人？职人和食布堂他们两个相遇在半年前的8月27日，即是事件发生当日、啊、当时职人将这个樽当成礼物送了给被告，透过这个方式将关键性的证据收埋了。好，唔通话呢个里面捉个剧毒，带咗剧毒带咗咁耐，个樽仔入面而家已经冇咗毒药嘅，但系只要送去医学院反分析嘅话，绝对可以验出痕迹嘅。缩正缩正，嗰、那个哇嚟啦，二二，我要代替小芝咧提出二二，喺度做咩啊？被告，我绝对唔会，绝对唔会揾到有人欺负小芝，话我话唔好随便走出嚟啊！你点解要咁袒护呢个证人？因为我对佢爱神为颠倒，神为颠倒啦，冇听过呢个词啦。你咪曾经考虑过咧，点解要同你拍拖？而家因为咧，佢都爱到爱到神魂颠倒，唔好再发梦啦，求下你。心理智齿，我谂大家都知道我想讲，俾佢行近你嘅原因系为咗对神对情况都神魂颠倒。为了封住食物堂的口，为了食物堂的颈链，即刻对神魂颠倒试下先。咁当然因为佢都对你神魂颠倒啦，系啦，我都知啦。阿哲就你喺度讲咩啊？咁样咪白费咯，全部。我去到神魂颠倒，听嚟好有趣。庇护人，你都唔大唔细，唔好似靓妹咁样发梦啊！俾多次机会我。佢冇对你神魂颠倒，佢目的只系你颈上面嗰条链啫，链。而家我休息室咁样讲嘅，因为佢咧好怕丑，所以每次见到我就会同我讲，都系将嗰样嘢交翻俾我，咁咧就会觉得好怕丑，食布糖。啊，呢条颈链对佢嚟讲咧十分致命嘅证物嚟嘅，所以佢需要谂尽办法咧攞翻条颈链。
但系咧，你一直唔还翻俾佢，唔单止系咁，你仲成日同佢咧讲呢个个颈链，所以佢先不得已。喊啊！啲葡萄喊。哦，指责指责窒咗啲，俾佢冲咗出外边啊！冇嘢啊，支集我 OK 嘅。嗰个靓仔点会做啲咁嘅事食布陀咧？睇我法警咧捉咗佢，好快就翻嚟，咁就好啦。啱先有咩事啊？植物嗰条颈链啊，唔见咗啊！佢啱啱撞过嚟咧，将颈链抢走咗，真系个傻仔，竟然捉紧一位植物。啊！阿食布陀，唔俾够啊！今日发生嘅事可以话系前所未有嘅。如果一句对唔住嘅话，厨房人都要失业啦呢度。植物咧，你将佢条颈链攞咗去边啊？我对唔住我，冇所谓，我只系希望你还翻俾我啫，已经掉咗啦。我将佢食咗，食咗，食咗。虽然个樽有啲硬，但我都系咬碎咗。匙羹，吓呢个做咗咁低能嘅事噶？手部有只即刻都系退停啊！你要肚痛唔痛啊？我食咗颈链里边有毒，你食咗个两啲有毒嘅。啊，都系被告啦，冒住生命要证明咗一样嘢，呢、這个颈链里边根本冇毒药嘅。咩话？如果俾你睇啊，被告咧，咪喺我哋眼前咧，好生勾勾剧毒啊！但系一切都系啲新手律师嘅妄想嚟，冇可能有啲咩事啊！嗰、那个颈链咧，已经咧有一段时间冇毒液喺里边啊，可能个毒性已经消失咗啦。听住啊，新手律师，相信被告咧呢一个好嘅心态，至今咧都一直相信住佢。但我哋都一样啊，我哋赌上性命相信住证人嘅，我必须要话俾你，你嘅推理系完全错误嘅。流转坏子啊，好遗憾啊，辩护人，辩方主张本院咧唔认同啊，因为你仲有新人，所以唔好清楚喺法庭里面植物就系一切。我话到呢个时候啊，仲系要俾佢走甩啊。既然咧佢系清白嘅话咧，我谂我哋继续审理咧。其实我冇食到，对唔住啊，忘记咗一样好重要嘢，我一直辜负你期待。但系咧，资深律师都系愿意一直信任我。其实咧，我都系忍唔住一样嘢冇同大位讲。嗰日咧，我同吞田见面嘅时候，佢讲咗一句重要致命嘅嘢，就系、是、嗰个人嘅坏话，佢冇讲到。我建议你咧，都系唔好再同佢见面啊！点解你同我讲啲咁嘅嘢？唔好再讲啦！我呢啲说话系为你好啊，仲有一日一定会出事嘅。你呃人，听住啦，嗰、那个女嘅系杀人凶手啦。寻晚咧，由我哋嘅实验室偷咗个毒药啊！毒药。半年前咧，曾经有过一次咧，药品嘅样本咧无故消失。嗰时候咧，佢都曾经嚟过我哋实验室偷走药品嘅犯一定系佢。唔好再讲啦，唔好再讲啦，唔好讲佢坏话。一个铁砂掌推，跟住晕咗条友。你确定系咁讲嘅？点有可能嘅？而且嗰日咧，将佢推低之后咧，所以有啲担心，所以翻现场。结果咧，见到小千都喺嗰度啊，佢踎咗喺 Tanty 嗰度隔篱嘅。但系咧，因为小千叫我唔好将呢件事讲出去，心我就系呢条友咧乱噏嘅。之前律师话俾我听咧，佢唔系反嚟噶。果然咧，半年前曾经偷过毒药，而家综合翻咧所有证言，谂到答案得一个。根据被告证实，证人咧喺被杀之前咧一晚咧偷过毒药。咁啊，做目的当然就系为咗杀死某人。既然咧你都讲到呢个地步啦，由咧本院咧直接请问啦，佢一直夜都想攞翻某样嘢，请问咧打算要杀死边个？杀死你啊！做边个害晒啊？杀死成武堂咯，系嘛？咁啊，杀死成武堂嘅我谂，连杀死吞田。有一个非常碍事嗰人就系你啊，食布糖，点会系我噶？点会系你又讲啲咩啊？今日被杀死吞田哦，最后嘅结果嚟讲咧，索命嘅其实系吞田，但系吞田嘅死因咧，触电同毒嘅冇关啊，企图毒杀嘅人就系食布糖啦，除咗你冇去其他可能，但系食布糖咧系佢嘅男朋友嚟喎，而
成玻璃心入边好唔难，好难受，即系再忍到一定会讨回公道嘅。啱啱我都讲过啦，对呢个美柳咧嚟讲咧，唯一重要嘢就系能够证明佢杀人嘅证物就系嗰条颈链。但系点解咩原因逼佢必须要杀人啊？半年前咧，遇害嘅律师喺餐厅咧中毒，然之后咧佢心入边咧只有一个念头，就系、是、将个毒药嘅颈链咧最快速度咧处理咗佢。你乱讲。而最后咧，佢计划得逞咗证物冇俾人发现，不过咧有一个严重嘅问题，就系咧呢个事件风波之后咧，被告咧迟迟都唔将颈链还翻俾佢，仲喺度不断系咁周围讲，仲喺度咧当个颈链系个宝物啊，仲周围咧晒命俾人睇。唔多佢就系为咗呢个原因咧，先试图将食木堂先生，冇错，所以咧试图谋杀食木堂先生，为咗攞翻颈链就系咁啦，冇可能噶。粉红色衫，唔系个挡路啊，阻住晒小龙。眼神二，我睇下全世界宇宙咧，搵唔到好似你咁废嘅男人，命叫咧唔好将我嘅讲出垃圾。睇嚟咧，本次嘅审理已经可以见到终点啦。睇嚟咧，你无论如何咧，都要指控我咧系呢个杀人罪。人就系你杀嘅，美柳千奈美，鬼知咩证据呢？嗰条颈链唔系已经吞咗落肚俾嗰个咧喊爆诶呢一个，喂老嘢你唔好喺度发呆啦，你都讲几句啊！我证人你究竟系，哼有啲咩好惊啊？定系你中意呢个样啊叔叔？明明系冇证据啊，立乱啊，屈啲事以协助嘅证人系个冷血杀人魔，根本系不可理喻，我告辞啊！阿大，请你哋咧俾个嚣张阿姨咧落适当嘅处分。唔可以就咁放佢，唔得啊！接受如果冇证据咧，你有可能咧接受最糟糕嘅惩罚嘅。啊，话唔定咧会令你咧永远失去律师资格嘅。你哋要谂清楚啊，姨，俾我睇下你嘅谂法啊！你有冇办法咧出示佢犯案嘅关键证据？你个死妇啦，冇办法喎、啊，要等食宝堂攞翻嚿嘢出嚟先得。食物落食咗，如果喺呢度失败，律师生涯结束噶啦。但系如果要我喺度退缩咧，谂我宁愿唔要律师徽章啊。Before 咧要提出呢个证据，啊，真系个愚蠢嘅女人。好，净系揾到你出示一个证物啊。如果冇办法透过呢次嘅证物出示嚟证明呢个证人犯案，咁本院必须为食物堕落嘅判决咧作出结论。今次我睇住嘢，睇下你嚟唔切开花先凋零枯萎嘅。试图去落毒谋杀食宝龙啊！既然咁毒，应该系某样嘢入面啊！呢个呢个就系最关键、最后一项嘅证据啊！感冒杀手呢个就食宝堂先生系感冒药嚟啊！哈哈，唔通咧呢位新人牧师啊都就嚟感冒啦！就算我感冒都绝对唔会想食呢个嘢，因为里面咧有剧毒喺入面。咩话？请谂下被告嘅证词。但系咧，事件发生多日咧，食完中餐揾唔到佢啦。中餐咧，我同小千两个人食嘅。被告咧系感冒杀手，意思就系俾佢偷走啦。佢试图咧喺感冒药入面咧渗入呢个剧毒咧，你俾呢个食物堕落一食嘅。点会可能噶？当时咧有呢种药嘅系咧吞田谷三。各位回想一下咧，半年前命案咧，呢个嘅美柳千奈美将证据收埋喺边？半年前咧收埋喺个樽度嘅。当时咧将个颈链交俾某个人。是咁啱咩相遇嘅青年食葡萄龙一，而今次都系一样嘅情况。食葡萄龙一咧，等被害人撞到电线杆之后离开咗现场，而之后咧出现嘅现场咧就系美柳千奈美，佢带住咧有毒嘅感冒杀手仪式，佢嘅目的咧当然就系为咗毒杀食葡萄龙一。喺啱啱直在入边咧，阿顶喺现场听到一切，见到一切。佢见到被告咧同被害人发生争执，然之后见到咧断咗个电缆，唔可以俾咧吞铁谷沙护住，否则有危险。啊，因为佢个毒药，因为佢知道毒药，于是咧佢用咗断咗个电缆咧杀人灭口，然之后再企图嫁祸俾食报堂。原本咧已经离开食报堂嘅，竟然又翻现场，而且因为咧实验机器咧断电嘅关系，都引到咧其他医学院嘅学生嚟现场睇。我谂佢当时一定好着急啊，毕竟手上咧仲有呢个剧毒喺度。万一被警察受伤又点啊？可能咧又同半年前相同嘅情况。半年前，因此咧佢用咗半年前一样嘅方法咧，将个毒药处理咗佢，就系将毒药推俾其他人，放喺吞田嘅手入面。
完啦，咁就。大家做咩？突然间唔讲嘢？呢根本就系全部都喺网上作出嚟。你话系咪啊，叔叔？系啊，冇错啊，简直啊，乱咁挖嘅，垂死挣扎啫。执埋笔啊，究竟系边一边啊？咁千奈美小姐，问下你啊，你咁啱食呢个感冒药？死亡师啊，唯有你食咗个颈链，你要唔要试下？运气好嘅话，如果你真系想要主张证物，而家证明俾我睇，将呢个药食咗佢啊！力你千寻，哇！你以为咁样就赢嘅咧？好啦，呢位阿姨，今日就先当你赢啦。今日我系唔会就咁罢休，总有一日我哋一定会再相遇。叔叔，我哋搵日再见啦。啊，好啊，好啊，多多指教。咁我而家要去搵个警察叔叔啦，祝大家心情愉快。涂满毒药嘅刀，好，结束啦。点食的杀死和刀楼？食布糖变身，终于露出真本色。记忆好紧要，成个系列食晒啲药。咦，你作故事又唔会成正噶？呢啲咧辩护人嘅主张根本毫无根据。啊，但系咧半人已经认罪咯，认唔认罪我唔理啊。阿奈冇问，点可以输俾新手律师噶？咁阿奈检察官问你咧，你咁啱食呢个感冒药啊？你啱啱对我咁样讲噶，听住啊，新人律师，我系咧赌上性命相信住佢嘅。如果你真的咁相信佢嘅话，你要试下呢个药，应该冇毒嘅咁嘅药。咁样都唔系咁好嘅。你嘅口吻同气概咧，打咪都唔清唔楚啊！大前辈，请你教呢个新手，所谓信赖证人系咩程度？你喺耍咗电讲到赌上性命有几亿嘅？我喺头发啦，啲头发唔见晒，跟住就输到。阿赖检察官，请问咧，美乐之奈美咧，啱啱已经咧，警察已经捉咗佢啦。唉，真系一开始觉得佢可疑啊，嗰条友，而家边个？但系辩护人，你似乎原本就识咗美乐之奈美啊。呢个事件同本案冇关，我唔需要答你问题。哦，原来系咁啊，好啊，阿赖检察官，睇嚟咧，头发同灵魂咧都一齐离开啦。咁啊，被告冇可能嘅，小贱。睇呢个依个依家呢个情况咧，我谂咧都系令呢个审理咧讲翻结束比较好啊！而家咧本院咧下达咧对被告食布堂老一嘅判决，无罪。咁啊，本院宣告咧本日就此退庭。你头先影先啊，来啊，爆晒头发。做得好啊，詹寻，多谢先啦，哎呀，最半个瞬间咧，我的屁股已不断震咧，痛到麻痹啊！我不唔会咩都用屁股嚟讲，我抱歉啊。不过咧，今日咧由你身上学到唔少嘢，同委托人之间嘅信赖关系呢样嘢嘅真正意义，或者系真正咧遗忘咗呢个初衷啊，反而系我哋咧打滚多年嘅前辈，反而系我哋啲打滚多年嘅前辈遗忘咗初衷。恭喜你啊，食宝堂！不过我一直觉得今日小千真系小千。喂，小千唔会讲啲咁嘅嘢嘅，话唔定有人假扮咗，去唔到呢个友仔仲未得到教训，我建议你都系忘记佢啦，呢个对你先系最好嘅。我都系嘅，只能咁样。仲有希望你稳重啲咁样先似个大人啊！但系我朋友都话咧，我喺朋友圈入边最稳重嘅人嚟嘅，佢究竟识咗啲咩人咧？而家咧谂住咧俾心机读书，打算未来做律师。我有听讲过，但系你唔系艺术学院，系咁冇错。无论如何都想帮我朋友。只要我咧早啲成为律师，应该仲嚟得切嘅。哦，原来系咁啊！律师呢个工作应该有能力咧协助遇到困难嘅人咧。田木堂先生，我而家只系新手嚟嘅，我相信系咁啊！我会好好俾心机做律师。哦，有一日再见。喺我获得无罪判决之后咧，过咗五年嘅岁月，成功成为咗一名律师，解救咗我朋友，然后千寻姐就咁离开咗我哋。嗰件事件咧，对我嚟讲咧系一个痛苦嘅回忆嘅。但系咧，同时都最重要嘅回忆。我原以为咧呢一个一个再亦都唔会有机会回想嘅回忆嚟嘅。千寻姐咧已经唔喺度啊，但系我耳边咧仿佛听到佢嘅说话。
你发生咩事都要相信委托人啊！法庭终可以成为你最后一道力量，就系、是、信赖嘅力量。呢件事件之后过咗五年，就是、不过喺将来再次体验到咧千寻姐呢说话背后嘅含义。第一章回忆的逆转故事结束。女朋友冇咗了，啪啪啪。哦 ，OK， 好，我哋睇多十五分钟左右啦，呢、這个嘅章节，第二章节。我估唔到第一章都要我玩咁耐，玩成个几钟，差唔多个半钟。别，我睇下呢个咩事件啊？可以睇下，一嚟即刻有爆炸咯。别别别别咚！啊，咪睇个《刑警之差》已经超过咗预告嘅时间啦。睇嚟咧，宝石咧冇偷走到啊。锯锯，我哋系警备咁深入，对方一定系惊咗啦。不过咧，为咗保险起见，可唔可以 check 下咧金库里面嘅情况啊？肯定唔见咗啦！嘟嘟嘟嘟嘟嘟嘟，一开吉嘅，学你见我。哇，咁多个锁匙紧，怪盗登场！哇，俾人偷走咗啦！怪盗基德咁款喎，睇下后边啊，极高度开呢个探照灯、照射灯，辛苦晒各位，啊、登场啦要怪盗，各位今日先告辞啦。好、哦，今集系玩呢啲嘢，有冇死人事件啊？今集，好住嘅夜晚再见啦。OK， 又要扣人工啦，系啊。九月十一号食魔堂律师，嗌食魔堂哥，唔好喺度扫厕所啦。今日过后咧，睇你咁咁重重呢口气同我讲嘢，我哋或者会成为咧家厨会嘅大人物啊。你讲咩啊？当然系我，当然系我同小美啦。好耐冇见啊！发生咩事？你真系咩都唔记得、啊？你睇下呢个，呢、這个海报，咩嚟嘅呢个？我、哦、就系佢嗰个屋企啊！初怨之村咪就系、是、系啊，同小美嘅故乡啊，秘宝呢啲嘢有咩秘宝啊？我睇小我哋啊，今晚俾你见识一下啦。原本系下个礼拜先会开始嘅，但我哋咧主办人特别邀请我哋去睇，所以今日打扮咗吓，同平时有咩分别？呢个孩子叫令你真宵，系我师傅令你千祥个妹。我同佢咧两年前相遇嘅。系啊，青岩姐班人身亡嘅某个事件中咧相遇嘅，而家就系咧呢个法律事务所嘅秘密所长。其实呢个只不过表面啊，佢咧其实系一个咧灵媒师嚟嘅，怪女孩。而呢一个咧就系灵里春美，系真宵嘅表妹，佢都系灵媒师嘅幼苗。虽然咧呢个咩啊才疏学浅，但请多多指教。佢两个故乡咧，苍远之村系苍远楼咧灵媒道嘅大本营，而真宵咧就系咧苍远灵楼苍远楼灵媒道嘅当家个女。听嚟咧好似虚构故事，但系都系真实嘅。毕竟咧已经亲眼目睹过呢个咁难以置信嘅一个嘅灵媒能力。OK， 唔好发外讲，快准备一下啦。好，我就系呢个剪，跟住发见到个怪盗啊。呢度就系高龄屋嘅百货公司，系市内最高级嘅百货公司。睇下呢一个秘宝展咧，唔可以咧忽视啊！哇，好震撼啊！你啲咩垃圾咧，只要好好摆设，其实都好似秘宝。嗰、那个咪就系我哋咧堆满灰尘嘅挂画挂轴。哦，嗰、那个细个俾我乱画嗰样嘢啊，好犀利嘅秘宝。听讲呢一个负责人咧，地下仓库等紧我哋，系咪应该打招呼？打招呼即刻。真系有地下仓库嘅感觉啊！感觉好似有幽灵嘅，放心啦，真系有幽灵会保护你嘅。我食布糖啊，出现咗食布糖哥嘅幽灵。吓，好耐冇见啊！你好耐冇见啊，小妹妹。吓、啊，你咁快放翻出嚟啊？咁快？你识佢，而且连小美都识嘅。你好啊，叫华工啊，我负责咧秘宝展嘅宣传同埋咧企划工作，仲有咧保安系统全部都由我负责，真系又有你份啦、啊。即系你又要做证人啦、啊？点解好似成个氛围都变咗？一啲比较有价值嘅展示品咧，目前都放喺呢度嘅。好耐冇见啊，食播呢个女人边个嚟噶？点解忽然用啲咁嘅语嚟嘅？讲笑啫，我想咁讲咧，有啲戏剧性。你都讲佢几句啦。
成步堂咧帮咗好多忙喺半年前嘅案件入面，就系嗰个将军超人嗰案嘅。那个案件其实我都唔系知好多嘢。嗰、那个事件之后咧，推咗经纪人嘅工作走嚟做依家工作，哦，真系辛苦你啊！嗰件事咧本来就系我唔好啊，能够获得改变咧，多得你哋嘅帮忙，感谢你哋。不过雾水小姐你都几劲喎，可以咧走嚟负责咁大嘅活动。高岭屋咧至今咧已经200年啦，系个咧好有历史嘅百货公司，所以喺呢一度咧举办一场咧超一流嘅活动。我哋系一流嘅小美。呢、這个地下嘅仓库咧系统咧好似咧戒备特别森严。啊，系啊，因为毕竟系被保展啊，所以咧保安系统咧都要特别严格。嗯，再见。嗯，睇下要 check 嘢喺度。上面写呢个特字，应该是特摄英雄啊？点解将特摄英雄嘅看板放喺度啊？大概系特摄英雄展览会，展览会将军超人呢个咧？呢、這个电脑咧，好似系用嚟管理咧上面个监视器用嘅。诶，咩意思？即系话如果有人进出呢个仓库嘅话咧，這个咁嘅相机就会将张相影落嚟，之后资料咧 save 喺电脑入面。讲得出嘅话，即系呢部嘢到时会失灵啦。一系就失灵，一系就唔知点解把带唔见咗啊！好，正面向住个仓库入口嘅。如果有人咧由嗰度门进出咧，就会影低相。你咧咩事情咧，以防万一最重要。即系张相就会蒙嘅呢度。啲推理 game 就系咁噶啦，张相会蒙。OK， 呢叫长梯。OK， 呢个咧，嗰、那个大门系咩嚟？食布糖老哥，门嘅另一头应该系仓库嚟嘅。由呢度咧见到各种大细嘅箱。对唔住，嗰度门唔入得啊！城堡堂哥，关我咩事？都唔系我要入，睇下先，应该就冇啦吧？好，走得，再见。有冇嘢出事俾你睇啊？出事呢个俾你睇啊！我咧好想咧俾城堡罗斯生你一啲回礼嘅，所以先搞呢个被捕战。系啊，希望咧可以令一般嘅民众咧广泛咁了解到咧真宵小姐乡下嘅文化同历史。但系对我唔系回礼嚟喎呢个。但如果举办咧食布堂加被捕展，应该都冇人会嚟睇嘅，咁啊真嘢。OK， 冇嘢睇啦，好走得，再见。好大台系做啲咩？上面咩都冇货，一定好犀利嘅嘢。总之咧，超乎想象嘅被捕呢度咧，木面制嘅布咧，上面写咗字，可能写咗啲灵媒师嘅心得，制造财富的108种方法。因为我哋随时都研究紧制造财富嘅方法，這個、呢个咧，咒语呢、這个仓呢个仓院之初嘅迷你模型、啊，呢、這个模型咧将个村咧表现得好好、啊、上面写住真宵姐姐间房喎、啊，灵里之屋啊，我喺前面帮佢写传说中先，不过系传说中啊，啊先再冇嘢睇喺度呢个。仲有啲古老嘅个壶啊 ，OK， 好，啊仲冇嘢先，好应该冇啦吧，离开。嗯，呢集真正难玩自攻啊，八三日，先，可以去边啊而家？我有啲换场景嘅，呢个佢阿婆啊。嗰、那个系公子大哦，公子、這個、呢个咧就苍远流灵媒道嘅创始者啊，灵里公子系咧苍远流分家某位灵媒师借嚟嘅，今日咧中午先寄到嚟嘅。哦，佢手上揸住个咩嚟噶？剑？你唔系当家个女咩？嗰啲黄金座都第一次见啫。听讲呢个嘢咧叫苍远七咩刀，边唔识嘅分叉。我就知呢个字解分叉咁样咯，意识到会用到，不过佢冇锐利到，因为佢唔系武器，冇好锐利，所以佢唔系武器，即系冇嚟原本谂住攞啲嘢嚟切嘅。你做乜一边望住一边讲？已经8点啦，各位食咗饭未啊？我有预约到咧12楼嘅餐厅啊，请大家咧一齐食个晚餐。哦，即系把刀就系空气，我真系食移动餐。好 ，OK， 咁我哋行啦。於在受邀前去用餐之后呢，只有等待呢展览嘅公开人。可以见到无水小姐咁有精神，好开心，但慢慢估唔到嗰一竟然会发生啲咁嘅事。今日好似12号啊，10:09啊，大镬啦，估唔到咁鍾意厕所。
我要打开电视啦，有新闻啦，即刻又俾人拉咗。警方已经从呢个犯案嘅手法咧，正式判断断定今次嘅犯人就系假面怪盗啊！假面怪盗，据说咧高尼嗰个百货公司几日前收到预告信啊，假面怪盗咧呢个偷呢个被捕嘅犯行已经第五单啦。点解食物哥见到呢个仲要继续扫厕所啊？唔会话咧被捕被偷走，系啊，就系俾佢偷走咗啦。我哋屋企嘅被捕，嗰个菜鱼之壶俾人偷走，嗰个壶系被捕嚟嘅咩？个壶唔系烂过一次嘅？嗰个被偷走嘅壶咧，系一边最重要嘅宝物嚟噶。你睇下呢一个海报画到咁大，呢个咪烂鬼壶？系啊，大人力嘛，系咪啊？咪小美吓，我唔知道，系好似系，冇错。点解个字唔同咗嘅？记得上面应该写公子大人，点解变咗子宫嘅？啊啊！嗰、那个我唔知道，点解会咁不可思议嘅？一年前喺咧真宵嘅故乡咧发生个杀人案件啦，嗰单我咧嗰壶成为咗重要嘅证据。啊、好啊，接下来点做？厕所扫完啦，接下来应该要扫。你讲咩？食无糖哥，梗系去。今日被偷走嘅咧系津宵嘅姐姐嘅被捕，唔通你完全冇感觉啊？唔系嘅，今日被偷走嘅应该系苍远之村嘅被捕，系一样嘅意思。津宵姐姐要继承当家嘅啦，所以呢件事咧同津宵有关，同你有关嘅。咁要叫我做咩啊？仲使讲嘅捉坏人咧？快啲帮我将个壶攞翻嚟啊！但我唔系侦探律师，呢啲唔重要。啊，当最后嘅人有困难，男子我本来就要挺身而出。唉，本来咧就谂住咧胡思乱想，冇办法啦。怪盗假面怪盗，当时真系吓人，而且咧我惊俾人拉咗，又要睇翻佢个单案啊！一年前发生杀人案件，真宵进入灵媒嘅过程当中咧，被害人俾人杀咗啊！最后呢个壶咧证明咗佢系清白，不过可唔可以话俾唔好将呢件事话俾真宵姐姐听？就系咧我将个壶打烂，哦系，呢个壶原本写公子啊，但系呢条唔识字噶，啱写咗子宫。但系最屘唔小心打烂咗，上次真系收好，但系冇办法，因为我手咧唔够灵啊，唔识字，最后咧砌咗咧乱七八糟嘅壶出嚟，变咗咩子宫。呢一年咧都未俾人发现，真系太夸张，我都咁觉得。好，个壶喺边啊？好啦，都开始揾个坏蛋嘅线索啦。乍眼睇咧，好似冇被抄乱过嘅痕迹喎。的确系咁，同琴日睇咧冇咩分别嘅。你哋点解只有咁入嚟噶？一熟悉嘅声，一定又系锯锯。点解又系你哋噶？想睇应该我先啱啊！点解一有刺激咧，你就即刻出现噶？我哋先想问啊，唔通警方冇其他刑警噶？我想问啊，点解你成日都喺现场走嚟走去嘅？我先想问啊，点解你？好啦好啦，和睦相处。好啦，冇见你胡须警察先生，我系之前个妹妹仔啊。但系嗰个名咧叫锯锯，佢全名叫锯锯龟介，希望你咧记低啊！佢嘅全名好长，你就叫佢锯锯刑警得噶啦。好啦，锯锯刑警，多多指教。唉，分叉好啊。OK， 哇！你连贯性好高。即系话俾你听，案情嘅资讯啊，好认真个优秀嘅孩子。今次咧失事嘅物品咧叫初雨之虎，我知道。有翻个名叫假面怪盗，呢个我都知啊。请你将啲提供唔知嘅嘢，不过咧受你唔少照顾啊，话俾你听咧。琴晚1:30发生嘅，点解咁明显咧？因为咧监控犯案现场嘅男性咧，当时拨咗紧急电话，就喺头先咧个壶俾人偷走咗。地下仓库度严密监控。其实今次冇捉到怪盗都系佢害，嗰、那个自称名侦探嘅家伙咧，只不过成功过一次就咁嚣张。边个成名侦探？佢好出名啊！你有讲咩？食无糖哥哥咧，话题最热门嘅坏蛋嚟嘅。怪盗有时会乔装成咧博物馆嘅警卫，有时会扮成咧柜台小姐，而佢真正面部咧就系假面怪盗啦。咁样嘅话，咪真系假面底下仲有假面。佢对呢一个高档嘅艺术品有兴趣，琴日已经咧连续五次犯案啦。如果咧高凌哥有好同我哋合作咧，一知一定捉到佢嘅。哦，所以你早就知道好可能被人偷走。当然啦，因为嗰样嘢嗰条友咧俾咗个预告卡俾我哋，预告卡啊，听讲有电视听过，都已经100年纪啦，仲名侦探会太幼稚啊，冇办法，因为佢本人咧自称名侦探，咩人啊？
怪盗穆奇已经犯案五次啊，而嗰个嘅侦探喺第四次嘅案件嘅时候咧，从怪盗手中攞到呢个盗取之物。佢一个神奇嘅家伙咧，我哋通常都会跑到咧预告指定嘅现场咧事先埋伏，但系咧未曾见过怪盗出现，而咁样佢都可以。各位名侦探先生究竟点样攞翻嗰个盗取之物呢？依家咧佢正一个人咧喺犯案现场调查紧各项嘢，亦即系话地下仓库，即刻过嚟睇下边位。唔系俾其他人睇啊，就系呢一样啊，呢个标志就系假面怪盗嘅徽章。佢预告卡上面咧一定会印有呢啲嘢嘅，因为我哋冇公开呢个情报啊。预告卡系真定假咧，要透过呢个徽章进行判断。原来系咁，好得啦，冇你事，我要落去地下仓库。唔理嚟几多次咧，都系一个咧诡异嘅地方。可能因为咧有开冷气咧，气温唔可以太高。欢迎嚟到我混沌之宴。哎呀，呢、這个就系嗰个名侦探啊！虽然冇办法俾各位太好嘅招待，不过正请各位咧放轻松啦，安静。呵呵，一阵俾我睇穿晒啦。啊咩啊？呢、這个就系美丽嘅推理正在咧对我咧咩李南真相。你哋一定系律师令梅斯，仲有一个新手，仲系我冇估啱啊？点解会知噶？点解呢一句说话有啲咩意义啊？我哋有如咧喺呢个缥缈嘅时光之河入面咧航行嘅虚幻梦境，完全听唔明阿斌系成本唱歌。好啦，即使咧我竞争对手咧应该有嘅礼数都唔少得嘅。另外，等我自我介绍啦，五知名为星威恶埃牙，系个名侦探。你唔可以输俾佢啊！输人唔输啊！食宝堂啊，律师，我叫令你真笑，因为名令，因为一名令梅斯，令你出美系个表妹，令梅斯新手，名新手。依家我哋开始进行游戏啦。OK， 审判之眼啊，有咩贴袋咩嘅？好，好啦，我哋今日玩咗咁多先啦。今日呢一个嘅逆转裁判就玩咗咁多先，我哋下次继续再玩，继续问下呢一个名侦探究竟有啲咩秘密，同埋佢系咩人，有咩用？我唔知道有咩用。怪盗基德系嘛？我怪盗基德 ，OK OK， 好。咁啊，今日玩咗咁多先，我哋下次直播见各位，拜拜。